鸟鱼，哈哈，它不想要露面，鳄鱼跑掉。爸签名签不完，哎呀，好玩吗？太棒了！董娘好，董娘好啊，大家都好。鸟鱼，鸟鱼在旁边吃香蕉了，他说他要去旁边吃香蕉。鸟鱼在吃香蕉，鸟鱼在吃香蕉，鸟鱼在饿，鸟鱼，鸟鱼。那你跑掉了，没关系啦，直播不是不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大声一点，安尼啊喂，安尼啊喂，又变嘉宾金嘞，嘉宾金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，哦，当然啊，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，这里没有姓王吗？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，哎呦，破万了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，叫岳父，你卡高，你卡麦，你卡高，唔惊我甲你供灯，还要叫我早起来哦，哦，我看了。我叫查某囝来卖物件啦，稍等下。啊，你要跑查某囝，你脚骨还有够用呢？你跑查某囝，脚骨还有共断呢？你脚骨够用了无？那妹妹来爸爸直播一下。啊，你啊，我昨讲一面才卖二十条尔嘞，你无我骗你，我叫查某囝来安尼。没关系啦，直播不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做慈善。爸爸买一下毛巾做慈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毛巾250捐50块啦。毛巾250捐50块。啊，你看着镜头啦，给徐院长啊。好。啊，讲啊，给徐院长啊，给徐院长，讲买毛巾不会尴尬啦，帮我爸买毛巾，这样说，帮我爸买毛巾啦，买一下毛巾250。嗯，我爸爸很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爸爸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讲台语跟爸爸这样讲，安尼啊，喂，你买几个面巾嘞？啊，两位买买几个面巾嘞？较大声的啦，快点。有人买了？有没有买？有吧。你跟他说，你不要随便call嘞，你跟他说，你有真的买，假的买。他问你是真的买还是假的买？他说：“妹妹很可怜，妹妹很可怜吗？不会啦，阿娘喂，这早间要开多点钱好不好？阿门出来帮老伯伯夹毛巾的哦、喔，快点说，搞老伯伯夹饼巾的，买下饼巾。讲台语啊，搞老伯伯夹饼巾的，搞阮老伯伯夹饼巾，搞阮老伯伯夹饼巾的，搞阮老伯伯夹饼巾的，感恩啊，感恩，大声点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阿娘喂，快点啦。”大声点！安尼啊喂，安尼啊喂，你有变加饼干嘞？加饼干嘞！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。哎呦，破万了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！哦，当然啊，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。这里没有姓王的。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。啊，后来我就当了啦，就当了啦，周哥哥啦，来。那有没有姓王有什么差别吗？你都叫你的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来啦，快点啦，你赶快讲一讲，赶快上去睡觉了。你们要上学吗？要。当然啊，你很久没来了咧，跟我爸捧你一面巾的啦，感恩啊，来来来，讲完就走了，走了。当然的，你很久没来，跟我爸捧你一面巾的。啊，感恩啊，你也没说啊。啊，感恩啊。安尼啊喂，你重来重来重来。当然的，我再讲一次，当然的啊，你很久没来了咧。很久没来了咧。啊嘛，跟我捧你一面巾的。捧你一面巾的。感恩啊。感恩啊。当然的，你很久没来了咧。跟我们把胖妞加冰丁的感恩的阿娘喂 OK 阿娘喂办几个明天再买二十条你就惨啊叫岳父你卡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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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卡